对啊，你看，你直接做一些动作，就诱导他出手，出得越来越踏实稳健啊。所以有时候是用手直接叫，不是用口来叫。对，这种解说就很好了。这是建基在一种刚才互动那个招式变化用力的情况来进一步提醒，这个就很好的诱导。对，你就会很想换回这个房子，你就很习惯用这个房子，然后没有什么花招，你要一直想办法把你圈回来。左手提掌真的是你看，你看，就想圈回来。哦，这样啊。你这么大只，我觉得也蛮难应付的。是啊，因为你有加我啊，他们被敌方打到，你马上就用，你马上就用用看了。然后我杀姐，你被杀到那种杀杀的感觉很好。哦，今天状况很好，很满意。
有突破。